还是挤压到了，但是要看球的落点。戴云臻追了过去，哦哟！来看一下裁判最后，但雷上的跑者要先跑啊，因为这看起来是界内哦。对，如果是界内是再见，抱歉抱歉，是应该是场内全垒打吗？因为这边你有看到？对，没有看到裁判的手，但应该是界内啊，不然为什么会？我看到郭天信他打出去之后，奋力的向前冲刺啊，那因为刚才没有带到这个雷神的判决啊。哇，因为戴云臻他冲过去的时候，其实最后他是没有碰到球，然后人有一点冲过头冲出去。哇，这阴错阳差之下，郭天信敲出了场内全垒打。嗯，有一些机会可以接的啊。其实并没有打得很好，就有点挤压到。对，这个确实掉在界内没有错。对，戴云臻应该就差一步哦。对。那因为他的动能已经向前了，没有办法去接。然后最主要是你没有接到的话，如果是你确定他是个界内，要赶快去捡球。哦，那这边其实又有一些问题，我们可以来探讨。对。就是在落地之后，看到戴云臻这边，他是不是也觉得说，他就没有去没有再去追这颗球，结果耶，这是这球打成一个中间方向，往后退，张天麟没有接到这个球啊，稍微是撞到了全垒打墙，没有接到，张岱山通过了二垒。通过了三垒，继续往本垒跑，这一下下球回传，这是一支场内全垒打。这个球啊，打得相当的强劲。不过呢，张天麟在接这个球的同时啊，似乎是撞到了全垒打墙。哇，这里看到右脚的膝盖似乎跟全垒打墙有那么一点点冲撞。张岱山靠着这个机会啊，直接回到了本垒。